小姐来了，林小姐，林小姐，这就是你九任男朋友吗？哇哦！100万当我一个月男朋友，你是想让钱得到我？是谁亲我被狗仔拍到的？谁？是你拿着100万老老实实当我的契约男友，还是我告你骚扰赔我100万？成交。这次你预测能维持多久呢？不会是丑闻导致股票大跌，您是顾的男友吧？不，我们是以结婚为目的的人。好嘛，现在男朋友直接变未婚夫了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今天公司聚会，你作为我未婚夫出席吧。好的。哟，这不林总吗？来晚了，自罚3杯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我今天开车来的，不能喝酒。林总啊，您不会连代驾都请不起吧？我真不能喝，我今天不舒服，吃了头孢。不舒服啊？那更要喝了。这样吧，我们干了，看林总啊，给不给我们面子。要不这样吧，今天以果汁代酒，下次啊，一定陪各位喝个尽兴。林总要是不喝，我们就举着杯子一直等。生命不是儿戏，我真的不能喝。喝？为什么不喝？来，公平点，一人一粒，喝出奇迹。林总，你这未婚夫什么意思？怎么不吃啊？是不是不给我们林总面子？来，把酒杯都给我举起来，明天让我爸妈跟你爸妈一块哭。不必了，林总，我们下次再聚吧。想不到你还挺横啊！当然啦，你可是我未婚妻。谢谢你送我回家，未婚妻。嗯，我走了。等等。蓝蓝的夜，蓝蓝的眼，世界。